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来啊，凡属于耶和华的百姓儿女，我们都当进他的殿来敬拜他。这时候就让我们用诗歌琴弦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要用三首歌的敬拜赞美来敬拜。弟兄姐妹好，我们就同心在上帝的面前来开口口唱心和。第一首歌是让爱走动，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歌。让爱走动，当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当中的时候，他的爱就在我们的当中。当爱在我们当中走动的时候我们就是透过这样来分享来感受到神的恩典。让爱走动在你的生命，在你的周遭不管你是学生你是工作，当我们愿意让爱从我们的心中流出走动的时候，神的爱证明在我们的当中。走过伤心，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让爱走动，让你
我们谢谢你，我们唱这首让爱走动，求你让我们也都变成走动的爱，把我们所到的每一个地方能够让那个地方有温暖有光明啊，让我们能够散播你的爱，让别人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有你的馨香之气。我们知道这个社会的一个变迁，让我们中间常常充满了许多的冷漠，爱的反面不是恨，恨的话还有情绪还有因为在乎，但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充满太多的冷漠，求你点燃我们心中那一把火让我们知道我们愿意让这个城市，让我们所居住的地方，让我们的家里让我们的教会都不再冷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请坐。这在这个社会当中像我们看到很多的事件都是因为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冷漠那我们需要在许许多的地方，而那些人他不会主动，他会发出一些 SOS 的信号，但有时候呢必须我们愿意走到他们的身旁。那我们用这首歌也跟神说，神啊，我们愿意来当这样的一个当这样的一个一份子来把你的爱传到各个地方去我们来唱这首把冷漠变成爱。
三首歌的时候，我特别要把第三首歌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叫做《把爱留下》，它的歌词说：“把爱留下，让世界多点光彩；把爱留下，让世界多一点温暖。”那它当中有说：“当有一天我的脑波停止动词了哈，求你让我把智慧能够留下。当有一天我的双手已经低垂垂下来，求你让我把经验留下。”他说：“当有一天我的双脚不再脉动，求你让我把经验留下。当有一天我的心不再跳动，求你让我把爱留下来。”这首诗歌是信林子他所写的。你们知道信林子刘霞，他是一个虔诚基督徒，也由于这个信仰让他度过人生中这种类风湿关节炎一辈子无法治愈的病。知道他是怎么过世的吗？被他的外劳打死。哇，一个那么有信仰鼓励那么多人的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好像不得好死，好像是这个样子。但是伊甸基金会以及留下的医生当中，以及他的家人，在这个事件过后，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们对这件事的埋怨，或者说不做了，伊甸不做了，你看我们得到的后果是什么？所以在我们信仰当中，感谢主，我们一些牧师常常告诉我们，我们长辈的牧师常告诉我们三个字哈，叔叔阿姨啊，好，叔叔阿姨啊，在我们世间，人看作愚昧的，人看作不应该去做的，人看作没有代价，人看作毫无价值、没有投资报酬率的，基督徒我们就去做，因为这是神所喜爱的，好不好？我们第三首歌来唱《把爱留下》的时候，我们跟神说：“神啊，我们愿意在每一个地方需要的地方，我们就成为爱，一个会走动的爱。”好，你也走动，我也走动。好，我们来唱这首歌《把爱留下》。好，他在天韵的诗歌有比较慢，好，他的 tempo 可能节奏可能第一次会比较不好抓，好，那没关系，我们来看这首歌要表达的意境，我们希望这能够成为我们的鼓励。爱像世界留下一点色彩，爱像世界增添几许芬芳。世界
所有的过犯，你因为爱我们，你 不但死而复活，胜过死亡的权柄，你也把爱留下，让我们能够继续追随你的脚步。主耶稣基督，你知道我们的信心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对于不熟悉陌生的人事物要去爱的时候，那一种不够勇气的地方，求你就让我们能够回应你的爱。当你呼召，当你差派，当你需要有人将你的爱传到每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像撒母耳一样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能够来真正的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实际的行动来让对方来感受爱，让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因为这个爱，在他们生命中能够有更多更多的一个盼望的希望。愿今天我们透过这三首跟爱有关的诗歌谢谢你对我们的生命中的恩典以及祝福，也用这些的歌来回应的爱，愿你的圣名得到尊崇。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